我是铁道李先生，班走了，2008年5月14号新竹人站17点59分首班车是3284进入三星康新竹的1860加859微笑圈站准备驶离新竹人站。谢谢各位观看3284进入三星康新竹的1860加859微笑圈站准备驶离新竹站，新竹站。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按赞，多多订阅我的频道以及观看我的影片，再见，拜拜。